好，再一个你可以打。在马路上。房子在哪？马上过了马路，我放过去了，我放过去，我准备扫后车。吉普还有一个，吉普还有一个残的，还有个。脚下可以补一下四标。哎，我这后面是不是停了个车啊？哪里？没有没有。红砖。四标有个头，你四标有个头，你补一下。对吧？那个后木也走了，两个都往北边走了。确定吗？确定确定，我这里连上蹦蹦走了。OK， 他的队友在我这儿，但你那边那个牛逼，可以可以，但是有一点点感觉，你右边抽了，开车直接过来。先队友，在房子里，在房子。我也被混倒了，我刚好没头。打吧打吧。还是本来上不来，在你右边。啥能上 ？RPS 是三标的。好车开不开？你可以，你可以。我们就只能贴一标看一下，但车不够走了。什么情况？那反正走，先走吧。走完了吗？还有个，还有个车吧，漂亮，绿包车。打头，打头，打天路了。空投那里有一个。把我打残了，我丢个利好能给他补了。是不是要跟他们打一架？好像要跟他们打一架。谁丢的雷啊？我丢的，我炸他，补了，我给他补了。他三秒有一个，别在三秒那个打就行了，先把房子。我要不要开车停下来啊？别。别硬打，别硬打。你们去那边，我们后面。我们后面，前面很难打。好，我打包，我打包。右边那个倒了，你们有车吗？开到右边石头去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那你们封烟过来，你们封烟过来就行。导演，导演。直接给他击毙！我没烟了，包个闪，包个闪，包个闪！让你慢慢混。他在马路上，左边马路上，左边马路上。我看到了石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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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。我打呀，我打呀，我打呀，我就他一个了。牛逼！牛逼！去那个标点，去他们那个位置。我去了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。哪里还在打？他们防区好像没。过来跟我石头远，跟我。他拉出去，他拉到二层楼那边去了，就是那个人。倒倒倒倒！倒了一个，之前我贴右边。先切过来，别着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房子里，小房子里平房。他从外面打残了，平房丢窝了。小房子一个，小房子就一个。你要小房吗？